天哪啊！你知道我在干嘛吗？我都在抓狮子，太可怕了。哎呀，你好恶心啊！你都头上都是虱子，头上都是虱子。你看，现在这个小橘猫跟我特别亲热了。你看它，我没有绑住它哟，我真的没有绑架它哟。你看它好开心，好开心是不是？啊，发出了那种特别信任人的那种声音。好享受啊，给他做按摩。橘子，下去啦，你这么享受啊，赶紧的起来了，起来，哎，下去，不要在我身上了。洛洛，洛洛过来，洛洛过来。现在猫咪已经跟狗狗很熟啦，他们两个没有再有那种战争的感觉了。好了，你看这是谁？好了，你也不怕他了，他也不怕你了。逗叫叫，橘子，你当时好多跳蚤是身上。橘子，你身上有多少跳蚤呀？我都给你抓了那么多了。现在我们这个猫买回来，然后我发现它身上好多那个跳蚤，你看它自己在抓。但是现在它那么小，我也不敢给它用药啥的。以前我们家咪咪，我就会给它喷点那个灭害灵，然后身上的虱子都没了。然后这个太小了，我不敢弄。现在只能一个一个的给他抓，朋友们有什么好的意见吗？嘿，嘿，过来，我看一下你身上哪里还有虱子啊？我刚给你抓了那么多个，橘子的尾巴上有跳蚤，橘子你这是什么姿势？你这个绝对是国家一级舞蹈演员，太柔软度太强了。到处都有跳蚤，你看它，我觉得你的柔软度真的太强了。橘子过来，橘子，橘子，自己来。我给他抓狮子，他在我身上睡着了。我给他抓狮子，他以为我要睡他。傻子，他好享受，你看他尾巴一动一动的，哎。你们看，现在狗狗跟他们也挺好的呀，就是你看。